Hey babes， 欢迎来到我的十二月 vlog。 十二月真的充满着圣诞气氛呢，快看我可爱的老师们。回家跟朋友约着一起做布朗尼蛋糕，烤披萨大成功。妈妈汉堡箱，哒啦！今天天使在路边演出。又来做饭啦！今天是奶油蘑菇炖鸡。学校的圣诞树有点好看，多米诺圣诞七刀穷鬼套餐。好有少女心的司机大哥，这是他的芭比圣诞装扮。红油面皮，我的爱。今天是土豆炖牛肉。又要出来上班了，嘿嘿，我不用。双锅煎牛排，香一吻。今天是双刀流。穷鬼来蹭学校自助餐了，不错。有露青春的味儿。
是给的圣诞巧克力。在家门口，但是
送回家，但是鞋跑掉了。彩虹彩虹彩虹。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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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的日落。